16日，中美全面经济对话，中方签合人留客应
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介绍了此次通话的成果。双方通话约一个半小时左右，就经贸领域广泛议题进行了务实、专业、深入的交流。一是双方就中美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进行了交流和讨论，包括增长形势、通胀压力、金融稳定、供应链等问题。双方都认为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刻，中美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协调十分重要。二是双方就金融市场监管、G20 框架下合作等多双边领域具体合作交换了看法。三是双方提出了各自关切的问题，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。今年5月份以来，中方牵头人已经分别与耶伦财长、戴奇大使签过两次通话，中美经贸领域一直保持着正常沟通。双方同意下一步继续在各层级保持沟通，从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的角度推动务实合作，解决具体问题。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发布《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》，规划明确促进公平竞争，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。凤凰央广记者洪亚涛报道。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提出，在强化电子商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，加快修订反垄断法，推动修订电子商务法，制定数据安全、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的配套规定，完善平台治理规则。万亿元，相关从业人员7000万，数据显示
哎呀。